那啊，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们注意前面这一边，这边是。坐下。大家原地先坐下。坐下。那，站了各位老师，那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们是从日本的武藏野美术大学来的，我们的一些大哥大姐姐，还有我们的老师，那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带一个很不一样的欣赏美术的一个小活动，那请大家等一下，多多指教，多多发言，多多的去，努力的看你们看到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先请老师来为我们讲几句话，我会帮忙翻译。多多，你好，你好，你好，東京の日本の東京から来ました。我从日本东京过来的。武蔵野美術大学という美術を専門に勉強している大学です。我们是叫做武藏野美术大学，我们是专门学习美术的一所大学。今日来たのは私たち教員と学生です。今天来呢有像我们学校的老师，还有现场大家可以看到的学校的学生。今日みんなにやってもらいたいのは、学生の作品を見て感じたことを話してほしい。今天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做的事情是呢，我们看我们在场学生的作品，那希望大家可以把你们看到的东西跟你们感觉到的东西，努力的表达出来，让我们知道。不思議だなとか、なんでとか、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ったことがあったら、どんどん話してほしい。就算你觉得好奇怪或者是觉得为什么要这样画，只要你想到任何事情，都欢迎你讲出来，让我们知道。やることわかった？那你们现在知道等一下要干什么了吗？知道。OK。じゃあやろうか。那我们就开始吧。A グループは？那我们刚刚有分 A 组，对不对 ？A 组的。一番。第一组。一番。老师，我们是在哪？第一组的朋友，それは誰が引っ張ってくれるかな？我们跟着眼前这位漂亮的大姐姐。ここね、彼女についてくださいね。好，那现在第一组先起立。你好。然后第二组举手。你好，你好，再来一首。你好，再来一首。第二组看到前面这个短头发的大姐姐，我们等一下跟着她。就坐这里。不好意思，第一组先坐一下。第一组不好意思，先坐一下。你好呢？你好啊，安静点。第二组看到了吗？跟这个第一组的大姐姐。OK。三番。第三组。三番在哪？第三组跟着这个姐姐走。要喊谁哟？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刚刚分好的组，现在大家站起来。跟着自己要跟着姐姐到自己的教室去。
して見てみましょうか。近づいてみたときに印象変わるかな。在大家靠近他的优先，在这边他的有不同的想法，因此这样。三系的，你就。
差别人啊，这种其他的方式来，差别人。我不会的。じゃあ今みんなが言ってくれたのをまとめると、これは持ってる人も目に見える。これは数センチだよ。これが横に目が動いてる、動いてる。你捏了。啊，这个是表现就是很的很很感连接的动作。嗯。那今度は縦にも、これは動いてる。这个是展示的身体的动作。嗯。だけどこれは全部違う人の絵じゃないかなって。它是每一页都不同的。でしかも、人を殺せんとしている絵も、絵はあるだけみたいな。杀别人的眼睛。ってことはすごいいろんな表情、表情、気持ちの目があるんだね。目が。很多就是心情的眼睛。嗯。以上これ。何を描いてる？何を全体でこれを全部見て何を描いて何がこれが描いてあ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みたいな。那明明觉得是今天看出的误解是那个作者是画什么？想表现什么？哦，什么人呢？对吧？就可以表示。それぞれの目の特徴とか状況を表してる。それぞれの目の。じゃあ、それぞれの目を描くことによって。じゃあいろんな人の目を描くことによって何を描こうとしたんだろうって思うのか難しいな。それを描いてなんか 何か作者の人がしたかったのかなと思う。那你觉得那个作者是就是画画，为什么画画？想做什么？为了做什么画画？有什么其他表情的眼睛吗？难过哦，悲しい。悲しい。难过。哦，これが悲しい目に見えるって。这是看起来是难过的表情。みんな、あ、どうして悲しい？Thank you.
もなんか自分が欲しいものがなくなった時の目だって。うん、深いね、すごいいい深い感想をいただきました他の感想になったみんな見つけた这个是最大，而且颜色也不一样。嗯，可以吧？还有其他意见吗？今、いろんな表情に、表情、気持ちに着目してみたら、みんな最初聞いたときね、なんか怒ってる表情の目を最初に見つけてくれたけど、なんかよく見たら、眠たそうな目とか、それと反対のものが大きく彫れてたね。因为一开始看的时候有发现有生气的还有想杀人，但是后来看清楚他就有发现想睡觉的眼睛啊，还有一些难过的眼睛之类的。这个做这个作品的是去年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要做作品的时候，他有一些很多烦恼。
作品之前呢，跟一个美术课的老师讨论，那老师跟他说，就是大家小时候喜欢收集一些石头啊，一些那个花之类的。嗯，喜欢写这些。是的，我喜欢然后他听就是老师说那个收集的事情，结果发现已经忘记就是很开心的画画这个事情，就一直烦恼，一直想太多，就是又画什么就忘记就是自己开心画画这个事情。然后他后来发现，就是自己画什么就会满足，然后结果就是画出来这个作品。刚刚大家说的一样，就是这个上面画很多东西。他自己很喜欢，就是动物和世界的眼睛。那为什么他喜欢眼睛呢？就是眼睛看眼睛就知道他的就是心情，然后就是看出来就是他的表情，所以觉得他就很有兴趣。